以前呢喜欢逛街，买买买的时候呢总是挪不动腿，现在呢我喜欢逛园艺，这可能就是年龄的差异吧，哈哈。给大温的小伙伴推荐另外一个好地方，之前的 Triple Tree 呢主要是卖植物，这个 Art Knob 呢除了植物之外呢还有 Garden、 Home、 Direction 装饰的一些东西。西人呢很喜欢把自己的院子打理得生机勃勃，中国人呢就喜欢种菜，其实这句话也不完全绝对啦，自己喜欢就行，但是嫌草地麻烦铺上小石头的我确实有点不太能够理解。不理解，但是也不要去 judge 别人， Don't judge， 因为你并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，对吧？地址呢我放在信息栏里面了，然后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园子里有一只灰色的大老猫，咬坏了一只小耳朵，可能是跟别人打架受伤的吧，应该是散养的，胖胖拽拽的样子。就算我们只有一只耳，我们也很豪横呀。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在露台上烤肉了，因为下周我们就准备把露台重新翻建了。记录一下，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那种人，不爱吃菜，我觉得吃菜就在脚草，我觉得跟我一样人肯定有很多。今天烤的这个呢是 T-bone， 我爱吃 medium 分熟的，选的餐酒呢是一款阿根廷的马尔贝克。我日常分享的酒就是一个酒圈小学生的纯个人爱好，并不是让大家就去买这个喝，只是想让大家了解红酒，至少自己知道自己喝的是啥，然后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酒。这款酒呢我之所以选它是因为它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，加税10刀左右。其实最白目的选酒方式就是哪个国家产哪种酒，就像阿根廷的红酒那必须是马尔贝克，新西兰呢就必须是长相思。年份、香气、单一酿造还是混酿，那个就太专业太复杂了，一般人听的可能会头疼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从酒标上看产区，阿根廷产区门多萨最大最著名的酿酒省，马尔贝克的产量呢占阿根廷产酒的70%以上，这个地儿产的酒肯定没有错啦。其实对于懂酒的人就会知道门多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子产区，卢扬、德库约和乌科河谷。门多萨呢是大产区，酒会很便宜，因为产量大，风味呢基调稳定，小产区呢会贵一些，因为稀少。葡萄种植呢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土质、风土、矿物质、日照等等，如果硬要把葡萄酒跟中国的玄学扯来起的话，那我觉得那也是未尝不可的一件事情啊。最后一个原因，马尔贝克的主旋律呢就是黑莓、李子、甘草和有很强的土质气味以及有耐嚼单宁，就是 intensity， 酒的背包上都有，但是它还添加了松露、truffle 的味道，最后还伴有巧克力的回味，尾声还有点辛香味。这么便宜的一款酒，味道还做这么丰富，我觉得我必须试一试，结果真的是惊艳到了我了。后来我在网上看了看2017年这款酒的评价更高，如果你不会喝酒不懂酒，你就按照背标上的葡萄品种产区去选，也能轻松的选对酒。这款酒呢作为日常的餐酒，你酒桌上的小伙伴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 moments later， 最近呢晚上有在看人世间雷神三技师的纪录片，推荐给大家。我其实不喜欢看三种东西，但是真实的惨烈之后却带给人们同样真实的希望，所有的素材都是珍贵的历史见证，豆瓣上的评分也非常的高，有时间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The next day， 一份元气早餐能让人充电一整天。最近状态比较好，感觉能连轴转48个小时，对工作那是充满了热情，哈哈。Work from home， 工作量也慢慢大了起来。在家既能处理工作，又能把家里的事情弄好，感觉还不错。跟师傅商量完怎么翻新重建，翻开手机，满满的回忆啊。之前的房主确实把房屋打理得很不错，我们家的装修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，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刷墙铺地板一类的，然后再一点点的弄，弄完楼上，然后再慢慢的规划楼下跟露台，期待新的露台吧。我亲爱的胖友给我送来了烤冷面，还贴心的配上了一个蒜蓉辣酱，仔细看还是天津产的呢。大温地区从来不缺中华美食，我得研究研究这玩意儿怎么吃了，还真的没有吃过。胖友说是在一个叫温先生的手机 APP 上面买的，
据说他家东西还不错。好了，我要研究研究怎么吃它啦。好啦，会议总一分钟，拜拜。有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，欢迎订阅，谢谢啦。